吕先生的儿子今年十二岁。吕先生说，五月五号，儿子像往常一样拿着他的手机进了卧室，说是要上网课。到了吃午饭的时候还没出来。上网课，他说，我去问他嘛，我说你什么时候了？人家还个网课还没上好，他说还有五分，嗯，还有五分钟，上好了。好嘞。那我五分钟到了，我一起去扣嘛，一下子这个信息了嘛，信息了很多出来了嘛，银行、啊、那个信息了，扣款的信息出来了嘛，一起扣。 吕先生拿过手机一看，里面有多条扣款信息，都是充值到了一款叫做《和平精英》的游戏里。吕先生的儿子也承认，自己躲在房间里并不是上网课，而是玩游戏。吕先生仔细算了算，儿子总共充值了一万零三十二块钱，都是用来购买游戏点券，再用点券购买游戏装备。微信里面这个钱，大家扣光了，扣光了之后，再到支付宝里面去付的了。他怎么知道密码的？ 我也不知道 <laughs>，你也不知道、欸嗯。哦、嗯，那他是他不要密码的。嗯、他是不要密码的啦。不要密码的密码就是下载用的时候用的东西。吕先生的儿子打开游戏给记者看，里面有五十八套套装，还有不少枪械、头盔等等。嗯，就是好看嘛，别人会羡慕。嗯，比如说现在有谁羡慕你啊？呃，我们班很多同学，然后我们班充值的还有两个。嗯。然后，呃，就是。 都是差不多，都是一个军团里面的。有多少人呢？呃。大概多少人？大概八九十个吧。那你现在的？但是有一些是不重的，有一些是重的。啊，那你估计你现在这个服装的漂亮程度能排到第几啊？第二。那你想当第一不？嗯，有点想，有点不想。就想就是呃，那别人就是呃，出生岛一堆人来锤我。 就是呃很多人，然后会登到热热力榜里面第一。啊，那不想又是怎么不想呢？呃，就是钱太钱太多。那你跟第一名现在之间估计还差多少钱？嗯，几千吧。定是小孩子也不懂事，反正他们叫不嘛，是不是啊、哎？自控能力自控能力没有了嘛，这么就小小孩子就。 玩。就是是有你说像这种手机，我们苹果手机一般，我们还是真的是他们懂啊。我从来不喜是我们下载，也是他下载的了。吕先生希望游戏运营商能够把孩子充值的钱退回来。记者帮忙联系了腾讯游戏的工作人员，对方表示，因为用户是使用苹果手机充值，并非直接向游戏开发商付费。苹果在收到款项后，依据相关协议向游戏开发商支付一定比例的费用。 吕先生随后致电了苹果手机官方客服。那这边看到呢，唯一呢，他的是我们已经考虑了客户的账户信息和 Apple 证客，但客户不符合退款条件。腾讯游戏工作人员后来表示，用户在遭到苹果方面拒绝后，可向腾讯游戏提供相关凭证，腾讯游戏会进行调查并帮用户处理。幺八幺八黄金眼技术报道。